一手拿拐杖，一手甩猫，老奶奶乘地铁站寂静。这不是表演杂技哦，这是一位网民捕捉到一名准备坐地铁的老奶奶，将一只肥大橘猫轻轻松松一甩搭在肩上，若无其事地进入车厢，一气呵成的身手让路人看呆了。从奶奶甩肩的动作一气呵成，看起来主人和宠物早已有的极佳默契。视频一出，网上留言沸腾了，有人知道这动作的难度系数多少？老奶奶是个狠人，乍看还以为是皮草，居然是活的，好令人热血沸腾的组合技。老姜果然有一把